民进党的三名众议员宣布退党，成为独立议员和支持首长哈兹兹领导的沙巴州政府。三名退出民进党的众议员分别是沙巴古纳区众议员诺拉兹里娜、巴尔区众议员穆哈默·穆哈马林以及大荣加布区众议员张振斌。他们昨天发布联合声明，宣布退出民进党及辞去一切党职。诺拉兹里娜是民进党妇女组主席，穆哈默·穆哈马林和张振斌则是民进党最高理事。三人表示，在考虑了政党联盟的方向以及选区基层的意见后，他们决定退党。三人说，希望退党的决定能够继续为他们代表的社群提供良好的服务。他们也向民进党主席沙菲易等同志以及支持者致谢和致歉。三人退党后，民进党在沙巴只剩下16名众议员，而哈兹兹政府则获得47名众议员的支持。